真好，真好，青菜庄的爷爷奶奶们也都很开心。是问瑶瑶在这里做什么吗？我刚刚在给大家表演节目哦。我不像师傅能弹出那么优美的琴声，但唱唱歌我还是会的啦。若曦奶奶都夸了我，还送了我好吃的糖果。 真好，真好！青菜庄的爷爷奶奶们也都很开心。师傅从前和我讲过好多仙家往事。有着大大鹿角的宜萧叔叔，喜欢收集珍宝的明海叔叔。师傅讲啊讲啊，有时声音会变得有些悲伤，但他总在最后笑着告诉我，大家都爱着璃月，我也爱璃月哦。 所以，我会替那些仙人叔叔阿姨好好照顾璃月的大家。真好，真好！青菜庄的爷爷奶奶们也都很开心。德沃沙克叔叔找到了故事里的仙女，故事里的仙女就是师傅。这两件事情都很让我高兴，而且我这次也帮上了忙，对吧？ 也算是不辱师门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叔叔他还托朋友给我带了个枫丹来的小玩具，我可喜欢了。我一开始没想着要收，是师傅说可以拿，我才拿着的。真好真好，青菜庄的爷爷奶奶们也都很开心。再见啦再见啦。 姥姥，您弹琴真好听，你也教教我呗。我看你这孩子就是闲不下来，好不容易过节休息休息，怎么还缠着我教这教那的？放心吧，姥姥，我学东西快得很。我这不是想要早点学会，今后还能陪您一起合奏吗？ 为了我的演奏能够衬得上您编的旋律，您可不要藏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先帮我把茶水续上，放边上凉一凉。好嘞，姥姥。